已经知影，已经生气，这件代事拢是迄个破坏下界讲的，你着爱赶紧走遍太后，你家己也爱小心。永忠怪，王爷。 去到伫个副队长扑上，伊去四川。伫即个做队长的人总袂讲毋知影吼。是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大才只是奉旨行事。哦，啊，若安尼讲，毋着你派伊去的咯。啊，是，毋是，奉旨行事啦。做到。 奉旨向主，随阳公一日一做，你爱的相公，好人通汉，这个铁甲队已经到无来，变的分王。 王爷，但即马目前人着去啊！王爷，你是准备要甲奴才安怎想？要安怎？本来要后你来去刑房审问，无用啦！皇上，你连要要练刀法啦，我要哪能通甲你去？ 好大的狗胆！大胆！皇上，邱玉龙。 Thank you.
若是五条的大忠臣，应该袂用五逆圣旨哦。你当年初在，我自心啊，这是你的保佑，要苦啊。尊敬